我不应该一直想错误的代志，也不应该怨叹过去。因为我有上重要代志要做，就是你，还有咱两个囡仔，恁三个人拢是我上重要的人，也是需要我照顾甲陪伴。你真正是安尼想的？燕飞，是的啊，我一定会上心操烦。我真正是一个失职的翁婿，无去注意到你的心情，才会发生这么多代志。我嘛有唔对啊！我若是愿意加谅解你，加了解你，咱今日嘛袂变到安尼。你若是唔对，迄嘛是因为你伤过爱我，是我家己无法度去体会到你的心情。经过这代志了后，我才了解，若真正爱一个人，就不应该遐尼强势，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，替对方想。是你给我机会，了解这个道理。我嘛是同款啊，是你给我机会。回来你的身躯边，我足感谢你的。你伫守着身躯边无放弃我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有幸福的家庭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珍惜这种幸福。放下所有过去的恩恩怨怨，为什么开始，咱两个好好做伙，幸福、快乐，牵手一世人。好，以后你甲我，阿哥这样甲心安，咱一家伙也是啦，一定过甲足幸福。佩奇，多谢你甲国庆幸福我，嘛多谢你甲建安带来我身躯边，还我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离开啊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好好疼惜建安，栽培建安，好这件代志，咱是永远的秘密。姐，佩奇，就这啦，妹啦，我来跟你道别。中头路要甲偌少去法国，
中昼就要走啊，那才紧啊！继续留在台湾也无什么意义。佩姐，我知道你做这决定，心肝一定真痛苦。啊，不过你做这是对你上好的。只要我离开，大家才有法度平静。等你回国了，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，千万不能跟我找无人，知吧？我知。我明天来去看静安。随时跟你联络，让你知影静安的状况。静安，我想着要跟伊分开，永远无法度跟伊见面，让我足不甘的。姐妈妈，每个家己的亲生后生分开，那款痛苦真正是无人无法当体会。阿个佩奇，安尼对你对静安拢好，你来你来知无？秀芳。阿哥，这是国庆的阿哥，伊是阮小妹张佩琪啦。你好，你好，国庆阿哥，近几年拢无听过啊。因为哦，我自细汉都本互人饲啊，一直到最近才甲我亲生阿母相认啦。阿哥，自细汉就予人领养，是啊。这较早的代志吼，讲起来话头长啦。若有机会，我才讲予你听。秀芳啊，我以后嘛要回来做厝，甲你阿妈食团圆饭，所以想讲来你遮看卖啊，看有啥物适合的衫无。阿哥要回去甲阿妈食团圆饭哦。阿唔，够歹势呢，我这衫可能我较无适合，无我来隔壁看的目录，互你参考看卖好不好？好啊，安尼麻烦你哦。没啦，阿哥，你后壁先坐坐，我过来看两边等下。好，多谢。你讲你自细汉都分予人，迄是几岁的代志啊？迄是两岁时阵啦，所以吼，我对我的阿母根本一点仔印象都无。你予人领养，搁伫别人引导大汉，这种心情是安怎？你哪会想要知影？啊，无啦，啊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有一挂原因，无法度继续甲伊个囡仔做伙生活，所以想要家囡仔不能做囝。若是有机会吼，你上好甲考劝，尽量莫安尼做。为啥物？因为。这对一个囡仔来讲，会造成伊一世人无法度弥补的伤害。
我自细汉就知影讲哦，我是养女。当我捌代志了后，我就常常想讲，是安怎我的爸母无爱滴我？是安怎因要把我送予别人？我就想讲，是不是因为我家己做了无好，还是因拢气嫌我，对我根本无感情？敢唔这样严重？啊，你拄则唔是讲，你对你家己的妈妈一点印象拢无？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我心肝头有足侪疑问呢。这嘛，一直影响着我的想法。其实哦，我是一个做无自信的人，因为之前我已经认为讲，一直是我对伊无好，所以才让我亲生爸母来放手。医生讲，因为呼吸衰竭的症状，心肌梗缺氧，虽然囡仔生落来啊。不过，永远是在心头一块吧。这样大汉了，是不是妈会认为是因为伊无好，我才会放下伊？所以，当初阮阿母找到我的时阵，我根本无爱甲伊相认。迄当阵，我真正无法度原谅伊，嘛无法度谅解讲。是安怎一个做妈妈的人，会遐尼啊简单，把家己的囡仔安尼放杀，送予别人去请用？这样大汉，那是知影伊的心事，是不是妈妈都原谅我？当然啦，嘛可能是因为我的养爸养母对我无好，让我吃这么多的苦，我才会这么怨叹。不过，这个养女的身份，真正影响到我一世人。所以我结婚了后，就算我的翁婿啊，我无出脱，我无再调趁钱来饲家，我嘛是坚持爱把囡仔留伫我身躯边。唔知敢不敢去补贴上班趁钱？我爱甲我囡仔分开。歹势啦，这是我家己的想法啦，嘛是有做者领养别人囡仔的家庭吼。你囡仔真好呢，不过我也是希望你的朋友一旦尽量哦，把囡仔留伫身躯边。有一句歌词讲：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。你把你的朋友讲一下，叫伊爱考虑我详细。哦，阿哥，多谢你跟我讲这么多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来走了。你不爱带手风？免啦，我还要关回音机，麻烦你替我跟我姐讲一声。好啊，我帮你顺行。再见。再见。这是上新的目录。好，谢谢。阿哥，佩奇呢？伊讲哦，伊要赶飞机啦，所以先走。阿哥，你先看麦，看有介意无？
爱琪，你哪个不讲一声走啊？伊爸，你哪个不在这陪护啊？你是跟恁姐也道别了。好啦，行啦，咱来机场，车准备好势啊，好。伊爸，你受伤了，行啦。跟你回去法国，这有什么时阵啊？你照顾你要回去，我袂当放这样一个人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会改变梁夫人的主意啊？拄才我伫我这遐，拄到国庆阿哥。伊自细汉都予人分去做佣女，伊一直无法度谅解伊的亲生妈妈，谁人无爱伊，要把伊送予别人。我袂当予这样，亲像伊安尼共款。伊爸，无你想遐尼严重啦，阿黄燕飞会甲这样当亲生后生共款。只要大龙卖讲啊，等姚静安大汉了后，伊袂知讲伊是去用领养的啊。那是有一天伊知，伊就会认为我这个妈妈歪第一，放生伊。那安尼是要安怎？就算是安尼，又安怎？伊即摆阁是人家的囡仔，有疼惜伊爸爸跟妈妈，阁这样子亲来照顾伊，来疼惜伊，伊敢会吃苦？伊敢会过了无好？伊吧，既然已经决定啊，你就莫去三心两意啊，好不好？行啦，搞上法国，等你了后，你就新的人生啊，哈，行。我袂等你法国，你家己转去。你之前答应我的，你到最后离开台湾的，你即摆意思是你反悔啊？歹势，我真心的。不过这下我就是放袂落心，我想要甲伊讨回来。就算我无法度甲伊讨回来，我袂要伫伊身躯边照顾伊、保护伊，看伊平平安安大汉。若是我甲你做伙回去法国，这世人我永远拢无法度看到静安啊！你讲白菜，你讲有滴静安是骗人的，你根本是要度离开林国庆。不是，我甲伊已经结束啊！我留落来，不是为着伊。好啊，若是安尼，你就跟我回来，行。我绝不甲我放开。你根本无法度了解我的心情。既然是我拼性命生来，你是我的生活宝贝，我无法度安尼甲伊放开，走啊走，做袂到。我若是无了解你的心情。我特别跟法国所有钱都放下，不然你等我台湾，就出静安啦。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敢讲你拢无感受到？有，我真感激你。要不过我袂当因为安尼，就离开静安。我袂留来，我袂够离开啊。今仔带你走的人，是林国清。你是不是无顾一切，会对伊走？我袂，我还是我囡仔。不管任何人要带我走，拢同款。好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真正为着静安尔，
无唔对，若不是因为这下，我早就对你离开啊。好，你唔通袂记，你讲的话。王总，这边请。嗯。啊，对了，酒先挂来啊。是。我应该改变我笑的方式。鲁当迄个大猎物，听讲我的笑声很刺耳。嘿，我若笑较低音的、较稳重的，安尼看起来特别遐尼干巧嘞。安尼对邱玉梅这种风韵犹存的查某人，一定真有魅力。钟馗啊，要咧烦恼邱玉梅桃花，若是种落去，我会拼袂赢伊城内迄堆小狼狗。真正是笑死人！这个钟馗对查某人真正是无经验。伊唔知根据英国的调查，查甫人上有魅力的时阵，就是我这个年纪啊。遐小狼狗，变作甲我这款有事业、够人生历练的熟男比。我已经到餐厅，有啥物状况，我会甲你讲。放心啦，妈会注意啦。我只是无想要第一个时阵去得失着王金虎，搁看哪讲，伊对咱来讲，拢还阁有利用价值。你专心啊应付林明德就好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静芳姐，百合厅在倒位？请对我行。喂，人在百合厅，你当准备几啊？我听天气都来讲，恁叫嚣真好，千万唔通回到去。好，我带你好消息。邱玉梅，我要和你知影，甲我作对，有啥物限定？
你袂哩啦，对，安尼七早八早就咧啉酒，心情无好啊。是啊，你还袂来进前哦，我的心情有影是真郁卒啦。也毋过看到你了后，我规个心情拢爽快起来。遐无欢喜的代志哦，我拢甲放袂记啊。好，看到我就拢放袂记你啊。哎呦！ 安尼，等较歹见面的呢，无我常常甲你见面，会害你得失智症呢。哦，你放心啦，我若是得失智症哦，胃会心起来，人是你呢。啊，那会这甲我讲话啦？我敢若是讲出我的心内话尔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 你哪会干那吃这呢？安尼做无意思的呢，哈！院长，我今日空白啉酒，会去上庙位啦。哪里啊？这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替你点一个冰糖燕窝，哦，啊，稍等下，你若是要搁食啥，再搁另外点，哈！院长对我真好，看我一个只补。嗯，啊，你家己食啥？这你免烦恼，我替我家己哦。 叫两大生蚝，这顿我怕算要吃生蚝吃可怕，哦。来，我给你，好的，啊。嗯。啊。嗯。哎。哎。哎，歹势啦，歹势，我阿妈。 哎，马进，马进。无，我来洗手间，出一下，啊，你大家先等下，跟我娘娃，是我来给你洗头像。好了，你先不用，我来走。好，泰哥，你先走。好。你是不是兼着所在啊？你邱玉梅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要给你教戏的。 你安怎？我无要紧啊，敢若捡到紧啊！我根本都唔捌因啊。你朋友甲你斗阵着？阮朋友有代志，伊先走啊。张梦杰，你贵姓啊？我姓江。江先生，我今日迄两个人佮倒来找我，我敢免甲你同齐离开这间餐厅。 刘启东，我送你。多谢你。行。啊。
等下敲你哦。江泰山。我紧啊！歹势，我接一下电话呢。喂？喂？啊，你人奈无去啊？拄只迄两个人，敢要是王金虎叫来？喂？喂？喂？啊，拄只，都两个人想走，你要找我的麻烦。刚好有人经过替我解围啦，啊！因甲因两挂走了，我就缀咧迄个先生离开餐厅。姨丈，王姨丈，安奈发生这种代志啊？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应该叫餐厅的人替你报警，等我回来啊！啊，你人奈做你走啦？哎，我迄个时阵惊都要惊死啊！哪有想遐济啦？安尼啊，安尼，啊无你即摆人伫倒位啊？哦，啊，替我解围迄个先生，伊拄仔要离开餐厅，我着拜托伊顺续甲我载一下。那呢，我来找你啦。免啦，我想要一个人静静，咱两公再去约啦。哦，想袂到会发生这种代志。真歹势啦，啊无后摆哈，我再好好补偿你，哈。姨丈，这讯号无好啦，你讲啥我听无呢？我是讲我后摆再好好补偿你啦。我真正听无你讲啥，啊无咱两公再搁联络啦，哈，再见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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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有两个人冲入去，敢会是邱英在咧骗我？姨丈，什么代志啊？姨丈，歹势，阮嘛唔知迄两个人是为倒位来的，但是阮已经报警啦，阮嘛甲这次画面交警来处理。邱英在拄只讲的，原来拢是真实的。姨丈。阮跟你讲，今仔日的酒菜拢是阮招待的，请你做歹势。免啦，坐坐去啦，我不爱食。你拄只称呼对方叫王姨丈，你朋友敢是王金虎？是啊，你敢有熟识哦？我捌你真久啊。啊，那才拄啊好，原来大家拢是熟识的朋友啊。那无，你唔通误会，我甲伊唔是朋友。安尼真正是拄啊好。那安尼讲，江先生，你敢唔着定来这间餐厅食饭？我连刚刚在话我请你啦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有开一间日本料理店。真是的哦，阿伯，连刚我来恁的日本料理店，而且来给恁捧场。不用了。温气已经温到我身体一皱皱，你呢？
若是接近我，会有危险。哎，哎呦，哦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做真危险？哼，我这嘛真正是危险嘛。哼，邱玉梅啊，咁要让江泰山拆家了我去。邱玉梅甲江泰山有熟识了？本来是无熟识啦，也毋过我今仔日约邱玉梅去餐厅食饭。结果去拄着两个傲少年咧找伊麻烦，想袂到江泰山却跳出来英雄救美，邱玉梅就安尼随坐夜车跟伊走啊。代志咧变到安尼，你嘛紧替我算看卖啊。哦，那这你无需要感到意外啦。一般来讲，用这个以身相许来报答救命的恩情，这嘛是算真正俗的代志。你讲什么以身相许呀？啊，我伫邱玉梅身躯顶。了遐尼侪钱，就去开遐尼侪钱，真无简单，才让邱玉梅的心开始咧扭起尔咧。结果江泰山一出现尔，规个拢咱忘记，安尼够有体力？欸，是讲邱玉梅是干那坐江泰山的车尔，你哪会都遐紧张要创啥呢？我就是看因安尼有讲有笑，我唔知会紧张吗？欸，你也想看卖啊吼？这邱玉梅这个查甫人，若是头一摆熟识，就会甲人啥款的查甫，欸，你早着过手啊，哪通轮到江泰山的啊？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的。邱玉梅对我这种这么温柔体贴的正港男子汉，都爱考虑遐尼久啊。啊！若对江泰山这种客机帮哦扑克脸的查甫人，应该袂遐尼紧，都鉴定才对啦。无唔对，这查甫人一般较袂欣赏迄款吼扑克 face 的，哎，若要选嘛，得选参照你安尼西装安尼，较笑亏。你讲啥？我是倒位时阵笑亏啊？啊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安尼啊，生做较笑神的，啊，你笑声嘛真特别的呢。哎，安尼吼，你过当做电话铃声呢。你，哼，也唔过啊，乌鸟子啊，进前对我嘛是真有意思啊。结果江泰山一出现尔，伊就去杀掉伊啊。这是要安怎讲？我会记得你捌甲我讲过，你讲你捌逼迄个乌鸟子啊，逼到伊安尼无所在通唱歌。迄个时阵拢是江泰山在甲斗相共，哎，人当然嘛对江泰山较好。哼，这我不管啦，不一定哦。江泰山的代志你一定要替我解决，绝对袂用让邱玉梅去杀掉迄条老毛啊。哼，哎，家己恶霸去讲人老毛。你这个细细念念啥？无啦，我是讲，甲恁两个名算算的哦，看别呐，给你一寡建议啦。那么就紧算。啊，来。想到海啊！我煞袂记的吼，你是金虎，啊，伊是泰山啦。这虎都爱祭山为王，安尼才会当大展虎威。江泰山若是出手要甲你抢邱玉梅，你绝对吼无赢面的。安尼，安尼，这敢无解？江泰山。是任英年姓虎的，是坐山为王的继世，伊确实是有朱元璋的皇帝名。
是当别人替伊拍江山，予伊个名格。啊，而且你是金虎，这一山不容二虎。莫怪啦，恁两个人吼，真正是死对头呢。莫怪连我拍七啊，伊就要甲我烧钱。那呢，我嘞，你嘛紧看卖啊。这姓名中这个字啊，是咧对应这个人际关系、婚姻感情。啊，你的本命格是带火去克到邱玉梅带金，将来哦，你对伊会真反感的。哎，这你放心啦。伫邱玉梅还袂叫我哥哥进前，我是绝对袂放弃的。你只要甲我讲安怎做才会成功就好啊。除非你改名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啥？叫我改名？哼，我无可能为着予邱玉梅啊，叫我哥哥，我著去改名啦。你赶紧想其他的办法。啊，你阁无愿意改名？啊，毋过你安尼根本都无赢的机会嘛。这个江泰山呐，本命格哦，属土，土去生做着。屈玉梅的金啊，这个表示讲江泰山对屈玉梅是真正有帮助。我想吼，你也是去观察一阵啊。江泰山若是对邱玉梅无兴趣，安尼你就免太精神去对付伊咧。叫我等啊。安尼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啥拢免做就对啦，啊？你一定啊，等。这是真有学问的呢。等待时机，顺应天时，这是要真有耐心，不是每一个人拢做得到的。我看哦，你找免做代志的理由你上高。一定。你安尼讲对我真无公平呢。林清水嫁查某囝迄天，我安尼精心设计，啊，安尼阻挡因安尼姻亲的路线。佫顺利甲伊引入到我设的风水局，哪会知影后来，佫互伊徛后倒来叫走去，哎，我嘛无放弃呢，佫跟你到婚礼现场，安找机会迫害，哎，结果伊拄着迄阵哦，哎，叫起痟遐查某人啊，迄个甲官大爷咧甲揢揢揢，揢到咧规个头壳安尼哦，跌骨来堆呢，啊，我嘛佫无利用现场，佫安尼暗互你逃走，哎，我无功劳，嘛有苦劳。你讲了这件代志，我就规巴肚火啦。哼，让伊成功用喜事冲刷了后，林清水的建案就拢卖到差不多啊呢。结果煞换我的建案拢无生意，而且佫每一工拢有人来退订。哼，因即摆会用讲吼是一帆风顺啦。你赶紧替我想办法，无论是用三丈香还是五丈香去害因，拢会用的。一定要让林清水佫拍落去。三丈香就足有效啊啦。你只要按照你较早吼，伫个林家祖厝的对面设立风水局安尼去做，安尼就真有效果啊。也毋过要摆倒一个方位，我毋捌啊，这嘛得爱你去摆啊。这真简单啊，我等一下甲你讲的，你就知影。啊，你是专门科的呢，啊，当然嘛是你摆较好啊。无咯，我若去甲你去摆，啊，这是你要害人的呢。我若替你出手去甲人害吼，是到报应是会来我遮呢。我都唔是咧戆过。啊，有报应，化解就会好啊嘛。啊，你是咧惊啥？我足惊吼。我看安尼啦吼，归去你家己去说风水局害人，啊，我到时甲替你化解就好。敢有人讲，连说风水局拢爱客户家己去拜啊？我唔捌看过像你这种风水师啊，我来讲。哼。好啦好啦，我不爱摆什么香纸啦。啊，不过你害人害到遐尼啊有经验，哪会连一招都无啊？这都不是无招嘞，这真正是困难度真高嘞。所以讲，归去才放弃。哼，你哪有招吼？唔着讲出来听看卖啊？也是有办法，直接去林清水厝内动脚手。就参前我较早无甲伊破产同款的做法。啊，你都捌做过啊，
哪有这困难？嗯，二长啊，即马甲较早是袂比的。林清水较早对我是百分之百的信任，我才有机会去因厝内安尼出卡手，安尼改因的风水。啊，即马卖讲是信任嘛，我敢若行到因家巷仔口哦，迄个因看到吼，就要甲我拍死啊！你讲我是不哪有可能啊出卡手啦？既然知影有效，你得想办法去克服。啊，想什么办法去克服嘛？这我不管啦。无论你是爱爬饼，啊是要改做是送家属的、抄电表，迄拢是你的代志。我干那要看到效果尔。我给你一礼拜的时间哦。啊，你若是做袂到吼，我进前给你的红包哦，你拢给我吐吐出来。而且，你也免想搁直接做生意的，我来讲。嗯，无啦，哎，局长，你安尼讲吼，实在有错，无啦，不是安尼啦，这真正是有困难，你听我解释。对啦，这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先做你安尼逼我哩。我若伫下礼拜进前，佫想无办法入去林清水因头动脚手，安尼王金虎绝对袂放我煞。加载，我佫有一礼拜的时间会当看物件落跑。我若搬走，阿婆甲迄个鸡罗西一定会抓准讲我去互伊拼倒去，袂用的。我袂用得走，安尼我是要安怎呢？祖师爷啊，我真正是不得已才会做出真侪违背良心的代志，也不过我即马是真心有得悔改啊。只是地主一条命路。奈熊熊有鸟在叫呢，这敢是祖师爷要给我的指示？是嘞，拄则有听到猫在叫的声，对啊，敢是这箱内底有猫啊？对啊，唔知是倒一号饲的猫走出来，我们家送去管理员呀。哦，啊，这是什么款的猫啊？这种猫敢那叫做金翅。金翅？你讲这叫金翅啥？啦，这种猫叫做金翅啦，啦啦啦，记住没？好，紧走。你教囡仔安尼用呢？囡仔若无戆嘛，互恁会较戆气。你教囡仔吼，就是安尼爱有耐心，安尼毋则爬得起来。总连到七号，不过拢是套装啦。结果竟然啊去用旧装啦，哦，实在有够衰。不要生气啦，被拉就被拉了。
，你文旦是跟我较困难呀？啦，这种鸟叫做金鸡啦，啦啦啦，记住没？原来做事也是用这款的方式在甲我指示，不对，这件代志除了贝拉以外，无别人会当甲我斗相共啊，找伊就对了。多谢做水啦，多谢咯。喂。对啦，我是钟馗，你即马敢有方便讲电话？是啦，我都有真重要代志要找你。我咧看物件时阵吼，所以看到国徽伊个八字，我有甲算一下，哦，会有真严重个代志发生。不过即台当面讲才会清楚，是毋是？咱会当见面啊？小姐，这电梯的保养，若要去你吼，来爬楼梯嘞。电梯的保养，那无贴告示啦，还要等这么久。小姐，我好心跟你讲，你煞用这种态度对我，安尼敢对？那安尼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大家？是啊。安尼就对啊，这电梯袂当用，你是这的住户，你应该给管理员欢迎啊。为什么电梯袂当用？你讲到袂输，我欠你咧。早哪知影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吼，安尼我就卖甲你讲，让你继续等遮等。啊，搁再讲人个个性吼，咧搭伫个公布栏遐，迄是你家己无注意到的。迄有影是好心好雷针有影。我搁有话要问你啦。什么咧？我有名有姓，你安尼讲话吼，真无礼貌，你知无？我哪知影你叫啥？我姓张，名奎儿。那不过，亲像你这款无礼貌的查囡仔，无资格直接叫我的名，你敢来当叫我大叔？钟馗，安尼你就是钟馗哦。我要请你跟我斗相共啦。我拄才讲过啊，你敢来当称呼我做大叔？大叔，你一定要替我把我的钱讨回来啦。故乡得是我啦，家害到凄惨落魄。我伫网络点头，看到大家拢讲哦，你是一个足厉害、足够害人的欧先生诶！拜托你跟我斗三工啦！等。第一点，我唔捌害过人，所以我唔是啥物欧先生，迄拢是我师弟挑工伫甲我中伤诶。第二点，我拄则才甲你讲几句话尔，我看你这种态度，我就知影咱两个人无缘啦，所以就是咧。我无法度来跟你斗三工，请你另外去找其他更较牛的风水师。妈，你请算命先开平安符是有啥路用啦？我这摆欠的是钱呢，你应该找人开支票，唔才对。你阿准我请阿婆婿开平安符是要给你的哦，食较饱的哩，迄要给你阿妈的啦。啊，搁有哦，后摆你若搁甲我讲什么钱呀、机票的代志哦，我拢无要插。食到大人大正啊，家己要出的代志哦，家己收煞啦，我袂搁替你擦脚床啊啦。
哎，迄毋是昨暗迄个人吗？正东啊，我伫讲话，你有伫听无啊？有啦，妈，我迄风收着吼，我甲朋友约，我先去找伊。啊，你若要找算命先吼，啊，你家己去啦，吼。吃团圆饭哇！哦，这囡仔是。我不是色狼啊！所以你是想要抢劫是无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干咪啦？我敢心中真是歹人。喂喂，你是偌久无抢劫啊？喂，小等下啦！你是毋是识林清水因某啊？你是谁啊？是毋是伊叫你来跟踪啊？毋是啦，我嘛最讨厌因某的啦。昨原本我袂甲驾驶一下，结果看到你吼，要遐偷看啦。你是毋是甲我同款，就讨厌伊个？我唔呐讨厌伊啊，我还恨死他了啦，害我减贪百外万啊！百外万？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伊嘛照顾你个完哦。你甲伊是啥物关系？算起来吼，伊是我阿金啦。你别想要骗我啦，林清水哪有你这个孙啊？我无甲你骗啦，那么安尼，我请你林嘉宾好好甲你解释一下。迄个王阿婶哦，真正有够低配的啦。前两天我提金仔去买，啊，伊去甲我阻挡，搁打电话给阮老母，真正是挡我的财路，你知影无？伊两个唔才过分啊，甲我算几下个呢？我嘛唔知哦，伊一直当我知路啊。伊吼，就是可惜伊家己好呀啦，啊，真系看袂起啦。啊，无能先想看卖，伊林家哦是亏欠阮老母这么多呢。所以你真正是林清水的孙啊？是啊。啊，你拄只讲要合作，是要安怎合作？我是在想吼，既然你知影林清水来外口有一个查某囝，嘛知影迄个人是谁，咱会使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甲因卡加油的，你想啥款？那呢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安尼你是愿意跟我合作哦？我甲你同款啊，即马当欠钱啊，搁再讲，迄个林清水会这么好个，嘛不是外国名侦探谈来的，咱家摕一寡来开，无算过分啦。安尼好，我想法是安尼啦，咱会使为双方面落去证明，安尼提起来，唔再告开。这一方面吼，我着阮李奎兄去讲，讲伊有一个查某囝，我知影，叫伊摕一寡钱来出来。佩奇即马应该已经在机场啊。只要伊离开，我就真正解脱啦。嘛希望过去的稳稳稳稳，会当因为安尼就结束。一杯。妈，你来。阿都伫咧附近踅踅啊，总算来找你啊。一杯。妈拄则甲我讲，阿哥甲妈小林哪里？谢谢啊。
阿妹阿妈一定足欢喜的。嗯，当然嘛欢喜，迄是宝贝早起来呢。啊，是讲嘛唔知影，往外一金嘛可以啊。啊，对啦。阿妈讲哦，既然甲阿公小林啦，讲叫恁两个倒转去祖厝，大家食团圆饭啦。好啊，啊拄啊好，即间囝儿出院，拢撮出来去，规个卡拉大团圆。对啊，阿妈遐尼久无看到建安啊。 你先把水果保全，甲鬼拢变伊孙者，阿舅，你带监视器画面，看有啥物人伫遐处理过，较紧嘞。国庆，贤总，而且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贤总被调监视器画面，竟然碰见啊！竟然，竟然碰见，这边哪有可能啦？竟然不是咧病房内底。 护理室，你去时阵都不看你伫内底啊！啊嘛，门其他的人，啊，无咱知影这样是倒位。我见，哎，我见，无去啊！姐姐，你是卖烦恼，我叫保全去找啊，一定都有消息啦，好不好？啊？放心啦，两位啊，啊，咱白监视器这样子追，一定抓会到的，吼、哦，免惊，免惊。 竟然会碰见啊！妈，一定是伊啦，是甲囝抱走的，一定是。贝贝，你讲啥？我这一定是。啊，是囝仔亲生妈妈啦。妈，啊，啊，你那时候是囝仔亲生妈妈？哎，啊，伊进前都一直来甲杨慧乱啊，啊，就讲想要甲囝仔抱倒转去。 想袂到即摆这么过分啦，啊，囡仔拖无，就用头抱的啦。啊，这就是绑架啊！随报警啦！哎哎哎哎，国庆啊，袂用啦。啊，是讲这查某虽然是可恶吼，啊，不过看来人物是囝仔亲生妈妈，
爱会思念这个囡仔啦，唔才做这样过分的代志。啊，既然大汉领养啊，啊三不五时来保证你阿要创啥？就是讲啊，无安尼啦，有我甲杨伟哦，出面来去甲伊参详一下啦。伊若真正唔甲囡仔喊咱哦，啊才来报警。好，你甲伊讲个清楚。卡叔讲囡仔若是伊抱的，叫伊紧抱落转来，若无绝对袂放伊煞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喂，阿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去警卫室看监视器画面，看有什么线索无？紧紧紧！叶贝，你放心，今晚一定就都回来。你身体较注意，知无？你哪会当甲这样跑走啊？你哪会当安尼做？杨伟啊，啊你讲的，是不是张佩琪甲囡仔抱去？一定是张佩琪啊！伊都已经答应要离开啊，你哪会阁翻起翻当甲这样跑走？你是安怎要安尼折磨我？唉，这个张佩琪哦，啊你讲一套做一套啦，假善假道。伊讲的话，我拢无要相信。妈，迄钱一定是要报复我。当初我嘛是安尼偷偷甲这样抱走的，伊就是要我知影死去囡仔有偌疼。妈，那真正是张佩琪甲这样抱走，你今日就要去法院的，你是不是要甲这样抱去啊？啊！那安尼以后，我唔能当每日想要看见安那，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为难伊啊！今年着急啦，一个囡仔若要找出国去哦，敢有遐尼简单呐？若是真实是张美琪抱去哦，一定要搁去台湾啦。哦，对，要查囡仔出国无遐尼简单，伊一定搁伫台湾，一定搁伫台湾。再去请，咱来找张佩琪，把囝仔偷偷回来，看伊要安怎。好，来，行行。医生你好，我爸爸甲即阵也咧昏迷，哪拢无较好？歹势，你爸病情一直拢无啥进展，我病院建议你爸会使送去长期照护中心，伊还有专人才照顾像你爸即款的患者，安尼较袂去影响到你上班。那你医生，我爸敢有可能会用清醒？那好好照顾，应该阁有机会。医生，无我听你的建议，改送去你拄仔所讲的照护中心是。啊，是讲唔知道医生，你有啥物所在能介绍？啊，无问题。像你爸这款的，我是建议送。
你就要紧精神哦！我过暗暝，你甲我讲小军去倒位，我去庙甲你求一个平安符，你就要紧精神起来哦。 上来宾已经病房的病人去倒位啊！啊，已经哦。唔，已经转去别间照护中心啊。别间照护中心，啊，你是不是已经甲我讲是搁一间无？这我无清楚呢。医生，我有足重要代志爱找这病人，拜托你甲我讲一下好不好？请问你敢是伊的亲人？嗯，唔是啊，我是伊的朋友，我是熟识吼，已经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啊。安尼真歹势，我无多甲你讲，关系着病人的隐私。 啊，医生，拜托，我有代志要问伊，所以你一定要甲我讲伊伫倒位啦。歹势，我真正袂使甲你讲。但今仔老方面是转去倒位，根本就问袂着。我是要安怎找着小军呢？ 现在卖已经换新的所在哦，啊，你若都没关系，你就赶紧醒过来，安尼我唔只好都找你转。爸，<咳>你好，姐姐你好，我是负责照顾恁爸的康复。哦，那恁阮爸。 北华，北华，太狗。嗯。
你什么时阵来？我徛呀，你拍照吼。你安尼讲心讲心，也不哩插我。歹势啊，我咧想代志啊，无注意到。今仔甲无看到明星呢。哦，你今仔放假，啊，落去那个，甲因阿妈小人，因阿伫厝食团圆饭。哦，真好啊。阿母，甲伊早起已经团圆啊。 啊，你这世人都拢无遗憾啊！刘华，你敢若有心事啊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不是跟恁查某囝有关系？那后面去往接走啊？ 嘛，毋知道这么多位，我若找无伊的人，我这世人可能就无法度见到我的查某囝。老方明清醒了，病医讲，伊即摆已经转去北京的照护中心，也毋甲我讲是搁一间。台湾有遮尔侪照护中心，我是要去找找。我。 天公伯是阿命咧创治我。刘华，好啦，你别烦恼了。既然伊会转咧别位，就表示人活的，安尼就简单啦。咱一间一间来找。 我甲洪湘绑出去，我外口的朋友遐尔多，你替我注意，一定找着。嗯，太公，多谢你。我这阵的心情，是真发生这么多代志，头先是足欢喜的。 我会甲我的查某囝秀玲啊，可不呀？这阵我失去红片，去找到红明，伊阁昏迷不醒，我毋知伊即马人伫倒位，我阁敢若，难免用牙关关，难免用摔落来，我真心关足艰苦的，足痛苦的。 我唔知影咧。喂，林丽华，听讲你咧找你的查某囝哦。请问你是啥？你唔免管遐尔多啦，你若想要甲你的小军小林，你就传200万，我就给恁母仔囝见面啦。若无吼，即摆老方明昏迷不醒啦，你也唔知伊人咧倒。 想要靠你家己找到查某囝，也无啊生囝，正拼的啦。你是啥？你哪会知影我遐尔济代志哈？即摆我是全世界唯一知影你查某囝下落的人啦，钱紧传好，我会搁卡予你啦。等下，你安尼讲，我哪会知影讲你是讲正是讲假？你唔相信我，无要紧啦。安尼吼，你永远就记袂着你的查某囝啦。 喂，怎么想做？伊讲伊知影小军伫倒位，不过伊叫我着爱甲人百万传落好，伊才要甲我讲小军伫倒位。啥？过来就讲代志，我紧啊。 小可代志，你放心。既然对方目的是要提钱，一定会阁打电话给你。你放心，我会陪你处理到底，啊。
物件送过来哟。嗯，我已经叫快递送过去啊，等一下林清水就会收到。哎，监管处的指导已经来啊。总机局嘛拢有配合的厂商，拢甲我合作真久啊。哎，你放心啦。哎，对。阿斌哦，阿斌表现得真好啊。啊，免熬说多些咧，伊嘛算我的本主，哦，拢家己人，免再客气。好啦好啦，阿都明明甲你处嘛真好啊，好。你都安心啊！哦，我陪你走个正常，有任何代志我会打电话跟你讲。好，好，就安尼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爸，啊，这电话是阮爸为大陆打来啊。诶，我甲伊讲咱公司即阵啊营运的状况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啊对啊，爸，这吼是迄快递公司送来，啊讲要给你啊。诶，哎，伊硬来带明明等于做厝食团圆饭。哦，你放心啦，等下明明会来公司找我，咱会做伙等你做出啦。哦，哎，对啦。啊，这是监管处寄的，内底有一款新的施工规范，来看个详细。哦，好，放心。林董的哦，你敢看到快递送去的物件啊？啊，你想啊？迄个纸皮啊，你唔通凊彩扔掉。那是你甲林丽华的查某囝啊。用过纸皮啊哦。你是咧话别讲啥啊你啊？阿斌啊，你外口先不用，我接你电话。哦，好。丽华甲我讲过，伊生查某跟我无关系，而且迄个婷婷嘛是假的，啊！即摆上家你是要从哪？啊？还是林丽华骗你的啦，因为吼，伊无想要破坏你的婚姻啦。你当作我头一天出社会，你但凡咧凊彩讲讲，我都会相信。所以我才会送这个纸杯去给你做检验啊。检验的结果出来，你就会知影我是凊彩讲讲的啦。你即摆心头一定乱纷纷吼，我甲你讲，你是去验 DNA， 今两天吼，我会搁较好你啦。不，你甲这个杯也是明明用过的，我若去验 DNA， 阮当然嘛有血缘的关系。你等去做厝啊？你要跟我做伙来无？免啦，等下我家己去就好。明明啊，你顶下来我办公室，那水啉啉的，我也袂记得淡掉。我哪有？我伫你办公室啉水啊。应该是你妈用的啊，吼。啊，不过我的口红不是这色的呢。哦，爸。当时不跟他你姑妈啊，其实纸杯你还计较，你给淡掉了哈。没，带着我来，带。这边拢讲环保嘞，要垃圾分类啊。哎，伊个卡电话给你妈哦，
叫叶田信过去。等下等你做出结果。好，我知啦。我明天请出发喽。嗯。再见。大家都应该看过我批准的人事命令了。即日起，邱正贤先生。 将担任本公司的业务部经理。今天召开干部会议，就是要介绍邱正贤先生给大家认识。希望以后各部门可以互相合作支援，让信美集团更上一层楼。让我们欢迎邱正贤先生。下台多多指教。其实邱先生。 嘛，无算是信美集团的新员工了。之前阮爸调伊伫安排伫海外管理信美集团的子公司，所以伊对经营策略真熟手。即届伊，海水董事长，信美大部分海外事业拢甲生计保险拢无甚物关系。傅先生头一摆入公司，你就回去业务部做经理。 恐惊伊无虾米能力，谈好生意。对啊，真多人伫咧业务部门做伙拍拼，当然来讲，以邱先生无业务经验，等于就是空降部队，因为心内真不服。陈经理、蔡经理，这件事情，我想是你们多虑了。 我也决定有邱先生，是因为伫台南信美集团争取到了浩大集团的海外上架权。审查过程中，他采用的策略非常的专业，所以我相信伊是一个真专业的业务人才。多谢董事长的看重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董事长，你何解伫公司无任何一款较妥善的人去参加审查会？ 公司内部的同仁早就意见，而且卖提出的功劳，当初入来咱公司的入场券，俺家计划以董事长专工做球给伊。而且，柯先生是前董事长的继子，甲董事长是兄妹关系，你这人敢当好入来公司，可能会有人讲闲话哦。阮爸常常讲，勿忘初衷。 为着公司的未来，我是看中邱先生的能力才会聘用他。你安尼是在质疑我的决策不公正吗？董事长，我无这意思。董事长，你先别激动啊！我想两位经理会提出安尼的质疑，那是因为邱先生因骂邱玉梅，我伫咧公司担任财务长的时阵，曾经挪用公款。 汇钱到海外子公司给邱先生，大家嘛会怀疑，因是毋是想要掏空信美集团啊？邱玉梅嘛是因为安尼才离开公司的，敢毋是？杨副总，掏空公司这是真严重的指控，若是无证据，是袂用黑白不落的。董事长，总经理，请原谅我用词不当。啊，毋过我安尼讲。 是想要提醒大家，业务部是资金公司的命脉。以我做业务这么侪年的经验，我发现真侪人会利用做业务上的风波，甲其他公司做交易。我甲董事长拢真了解大家顾虑啊，啊，不过董事长安尼决定，我相信一定是认为邱先生的人品绝对无问题。 我会记较早，阮丈人常常在教阮，公司的人事任用就是用人为才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当尊重董事长的决定。总经讲啊无唔对，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会任用邱经理，也是经过多方考量。我相信，等伊入主业务部，一定会有真好的表现。 请大家可以，麻烦请机会。
姐，进前我跟马业务往来，无经过正式程序，周星金都在误会，所以我会当了解，是安怎要倒来公司，大家才反对。啊，不过大家拢有目睭在看，伊个有伊的资历、甲智慧，我若是对公司有任何企图，相信你嘛绝对袂帮我耍，听讲对无？ 好，大家若无其他的意见，邱先生的人事命令即日起生效。我会当用阮爸的名义做担保，伊绝对袂予大家失望的。真紧，大家就会当看到伊创造营业额高峰。散会。 多谢你啊！首先，大阿弟，我真听话。郑贤哥，我不是听你，我是听对公司有帮助的人才。董事长，是的啦，我拄则毋是听讲，讲笑金尼甲伊妈的代志。迄天伫咧浩大上架审查会，我嘛看到伊的表现，我嘛相信已经有业务潜力。 只是客观的来讲，我的当了解公司其他干部疑虑，所以我认为我有必要提出来讨论。我了解，杨副总，既然你嘛认同邱经理的能力，但伊入主业务部，就麻烦你甲伊斗相共，尽量互伊较好做代志。那是当然的，前辈。 安尼就请你多多指教咯，杨副总。不敢当，多加互相切磋嘛。<笑>好啦，小郑，请看。明德，多谢你拄只听我讲话，我都想你愿意支持郑贤哥的人事案。袂啦，像你讲的啊，爸刚才常常咧讲，不忘初衷嘛。 之前我甲郑贤较无熟，加减有一个误会，较成见。啊，不过只要会当对咱公司好，这拢毋是啥物重要代志。会当好好用人才，这才重要。郑贤，你讲对吧？明德，希望你讲这话拢是真心的。当然是真心的啊！即马大家拢是一家人啊，伊若阁怀疑，那就最无意思了。 太小，太小，小爱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啊！<笑>明德，郑贤哥，看到你安尼会当互相了解，做伙替公司拍拼，我现在真欢喜。不管外口的人安怎讲啊，起码咱大家都要互相信任甲支持。嘉芬，我也是甲你提醒啊。 杨副总拄则讲的嘛受道理，咱几位遐干部吼，拢是公司的元老，伊的证书咱就要好好甲按下者，若无，伊对你这个董事长会愈来愈无信任，愈来愈不好啊。我知影，拄则因虽然无阁发表其他的意见，啊，毋过我知影因心内一定阁无度接受我的决定。 当时你有烦恼遮尔济啊？若是邱经理会用在上帝的时间之内，把业务做起来，我相信公司的同仁也会对他心服口服的。杨彩云一定是甲林明德联手，被乌坑互我跳。嗯，是讲郑贤是新官上任，对咱业务部。 啊，毋是工作室的。邱经理，嘛是啥物拢无了解，就摕到浩大海外上架全控制。这无共啊，迄是因为拄仔好，伊甲浩大集团王总经理有熟识啊。若是安尼是上好啊，若是邱经理。
甲浩大王总经理有交情。那呢，咱让浩大撤柜的金虎兰系列产品，就有机会咱重新上架啊。金虎兰系列产品是咱信美强势重点品牌，那些当然呢重新上架，对咱公司整体的营业额买当提升，大家对邱经理买当刮目相看。嗯，杨副总，你这个建议确实是真好，啊是讲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嘛。郑贤哥，你敢买一起看吗？重新经营金虎兰系列，就等于是从零开始。放心，我会从零做到一百。那你麻烦你了，走吧。有关于折扣的部分，会尽量替你们争取。好啊，那我们开会的时候再来讨论。好，拜拜。杨副总，你来要创啊？跟你妈同款，要替我给我拍看呀？你误会啊，是当处长甲总经理交代，爱我来请教你，我再来找你。别讲这么好听，谁不知道你听讲接近我，就是要替钟家芬来干不是我较明的。顶一遍在温泉会馆，嘛是恁母仔囝通知钟家芬来找明德，挑工要聊我，干不是？你免这么会大，我知影有着这件代志，你对我干妈真扣分啊！废话，你敢知影恁妈伫个饭店？当众阿明头一只侮辱我的，我跟明德互相喜爱，大家欢喜甘愿，敢有谁来糟蹋我？你莫管妈，伊是咧唔甘加分，唔管怎讲，你爱的人是加分的翁婿呢。啊，不过我的立场就淡薄无同啦，除了挺加分，我是真心为你好。你一个这么好查某囡仔。为着林明德迄款人浪费青春，是真唔值，也真看袂侪。邱振贤，钟家芬搞无唔对，你确实是一个做业务的人才，真够讲话。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，做业务我比你还资深，你都是跟我伫讲场面话，我是一清二楚。我是认为林明德配你袂过，而且你甲加分嘛无必要有着这款人互相为难。莫甲我当作三岁囡仔，你今仔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你甲邱玉梅计划。伊先叫你回来，你来公司甲明德撒个赌，然后恁母仔囝就会当联手霸占信美集团，敢毋是？我敢嘛想要回来公司。是要甲加分斗三工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唔是为了安可的财产，是唔甘伊几啊十年打拼心血，去予林明德这款小人霸占掉的。邱正贤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咱都这么熟啊，你跟你妈在小查我仔仔，唔免搬戏给我看。其他代志。你唔相信无要紧，啊！不过你若相信我，我想尽办法，爱你离开林明德，是真心甲你当作朋友。伊根本就无爱你，伊只是咧利用你，要霸占信美集团。邱正贤，干嘛请你莫阁讲啊？你三番两次，你伫使人我甲明德的感情，你扰乱我的心情，你莫假装我唔知哦。其实我知影，你是挑工来接近我，
想要我有阿只套消息，报给你们就知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我前段无甲你晓啊？因为你心机重啊。因为我知影你只不过是林敏德的妓女，你以为付出遐多，伊只是把你当作工具，根本就无爱你。我实在真为你抱不平。你嘛有白讲哦，明德小孩人是我，若无去讲伫个饭店，伊不可能尽全力保护我。你确定伊是在保护你，毋是保护伊家己？伊嘛惊，让加分发现恁的秘密啦。安尼，伊驸马爷这个位置就保袂掉啊。暂时，你莫阁塞人啊！我毋是在塞人。用心也袂准，林明德是毋是真正爱你？试看嘛，你知影。是要哪试？别创啊 ！Sorry， 我只是要甲你讲，会当安尼试。你当会感觉你的心甲你的人，甲我愈来愈活。看伊是要想尽办法甲你挽回，还是要为着财产继续努力加分生活？只要是查甫人，拢无法度忍受心爱查某人叫人抢走。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的？试看卖就知影。张美琴，建安呢？竟然跑出来啊！建安，建安不是在恁家？我要去接伊出院的时阵，伊都无去啊！是不是你甲偷走的？我无啊！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怎安哪无去啊？张佩琴，你莫假哦！你竟然给伊偷出来，也哪无，我来爆你的皮！怎安真正不是我偷走的啊？我不相信！那真正不是你，现在你到今摆未离开？我本来要离开，要不过对怎安我就是放袂落心，所以我才留来。现在不是我抛弃的，你骗笑的，你上高讲白菜，逐摆安尼反起反倒，讲要走，搁留落来，竟然绝对是你抛弃的啦！张佩琪，你肯跟我借钱哇？跟我借钱哇？黄一飞，黄一飞，你肯定借好不？你给我想看麦，现在是谁上可能甲伊抛弃的？现在抛弃啊，你应该去报警，不是伫遮冤。我都知哦，你有够恶毒的啦！你是不是？唔，若想要把囝仔带走，想要利用报警，让囝仔的身世曝光，安尼你认为国家就会倒来你身躯边是？我无，我只烦恼这样。佩奇，我知影当初我偷偷把囝仔抱走，你的心有偌痛。那安尼你今麦是不是当甲这样恨我？我拜托你，找无这样，我真正烦恼到甲要气笑啊！你紧甲我讲，这样到底在倒位好无？我真正唔知影，这样无去我也真紧张。咱今仔报去，莫搁伫遮冤啊！我知影，你就是爱我甲你回信的对无？赔钱信的，都是我唔对。当初我不应该对你做遐尼侪残忍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只要你敢这样恨我，你不要再报复我，不要再对付我，我拢不要紧。你敢这样恨我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燕飞，这样是我亲生后生，我比你更加着急。那今仔谁先来行？佩奇，我都跟你做个安尼，现在你还是不肯甲这个去我？两位啊，别跟伊啰嗦，伊若讲哦，怕到伊讲为止啊。你到底是要讲好讲？你到底是要讲好讲？哎，你坐下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样无去，因来找我讨。张美琪啊，你莫插甲恶人哦！囡仔明明是你偷跑走的。我真正无。啊，不过这人即卖就是无去啊！你叫我是要安怎？王燕飞，这拢是应该做得来的啦。
当初你是要对待伊吧？今仔日，突然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啊！你在讲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知道啦，一定是你啦！你替张佩是个囡仔逃不走的，对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若无证无据哦，莫乌白胡乱。我是告你诽谤，破到伊爸名声啊！啊！我才要告你呢！你要搞清楚，这囡仔就是是你养起的哦，伊是养你囡仔呢。你若把囡仔逃不走，迄号做绑架啦，知唔？哼！要告，要是歹告，谁知你？到时阵哦，林国庆就知影，静安是真正心碎啊！你要威胁我？请你把这个信我，要安怎谁知你？王艳飞，林国庆若知影静安伊的心事，你俩准也会跟你做伙，听你讲的话啊。到时阵，林国庆就放杀你，就剩你甲巴肚内面囡仔两个人尔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莫黑加杨飞啦，国庆若是知影静安的心事，你都唔惊伊甲张佩琪做伙吗？这是我代志，无需要你管的。王艳飞，你家己好想看卖啊！要报警也是报警啊，谁知你？你现在袂安尼逼我，国庆甲姐拢是我的性命，我无法度失去伊。我当初已经决定啊，我要甲国庆坦白，我甲你做三点，是张佩琪甲伊讲要离开啊，我才选你继续温骂。你今晚哪会当讲提这件代志来威胁我？我对国庆已经无任何恩望啊！哪会你就甲这个恨我？恨我这边这个生活？杨飞啊，莫跟人啰嗦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今日把我交出来啊，以后我干脆就不帮你耍。你莫去啊，动手啊！今晚就我出去，啊那无？我叫保全来管你啦！刚刚唔出去啦，得亏你今日喊我啦！保全，莫安尼啊！交我来处理。唔走，好啊。喂，出警的弟啊，马上派人过来，有人骚扰伊巴老师。好。好好好，今仔日吼。暂时放你耍，杨飞啊，咱来等。我不爱啊，我找到这样，我不爱回去。可能今妈妈无见过，讲囡仔是因头无记的啊，等下再想办法吧。行啦行啦，哼，行啦行啦，伊爸，李文忠，我不待见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真正为着静安尔？无唔对，若不是因为静安，我早就对你离开啊。好，你唔通袂记，你讲的话。Roger。这样是你跑去的对吧？王艳飞本来在受到报应的呀，伊当初头甲静安抱走，让你这么艰苦，这么伤心，死个假死是这么是应该的。你老实讲，静安是不是你跑去的？你讲你敢要提静安命，所以我真正是你，静安在哪？好啦，你先别紧张啦。我带你看。静安，囡仔
拄才才开去啊。这什么代志啊？交我电话。伊爸，今嘛正安贵阳替你抱转来啊，你是毋甲我转去做法国啊？咱爱走，黄燕飞过来安绑票。当作黄燕飞嘛是同款，为了身躯边头头把正安头抱走啊，我是以牙还牙，互伊知影囡仔无个感觉是安怎。搁再讲，正安是你亲生后生，我该抱转来害你，这嘛是拄好尔。不过你安尼做，无甚物也唔过。即摆跟静安当伫咧身躯边啊，咱要离开台湾。假使你若是搁其他理由，袂甲我转去，我就怀疑你根本就是为着林国兴咧找借口。即摆静安，你话如上。是黄燕飞的囡仔，要带伊出国，哪有这么简单？这里免烦恼啦，黄燕飞就能暗藏正安伊的身份，做出假的出生证明，用合法的方式来领养正安，咱咪得用同款的方法啦。你是讲，你要替正安做一个假的身份？不是假的身份，是一个全新的身份。在我甲国庆要离开金鸿医院的时阵，嘛是阮妈家己的身份伫过生活。后来去予振兴车查到，予人安尼叽叽嘟嘟，我无希望这安大汉嘛亲像安尼共款。你敢无想要照顾振安呢？陪伴伊做伙大汉，伊吧。你想看卖啊？有偌久啊？有偌久无像今妈咧同款，互志刚提伫身躯边啊？啊？足久，足久诶！正安是你辛苦怀胎，才甲伊生落来。你煞无度安尼照顾伊，又要甲伊害黄燕飞，安尼做敢对？只要带静安离开台湾，伊就永永远远属于你一个人的。只要以后你目睭白金，你能看到伊，看伊无白，看伊行路，看伊慢慢啊大汉，你敢无想要过这款的日子啊？我懂你想。我就想要把静安带倒来我身躯边，我想要牵伊的手，教伊走路，教伊讲话。我希望伊会当一开嘴，头一个叫妈妈的人是我。安尼就对啊，所以你免烦恼，把一切拢交给我，我替你处理好势啊。那就。你莫想遮尔多。今仔静安已经倒来你身躯边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啊？花开彼一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